关系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很多老人家也都不敢出门。之前也由于口罩的关系领不到口罩，所以老人家一直都闷在家里。现在已经疫情已经慢慢的趋缓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很多人都能够走出这个氛围哈，让这个整个我们社区的形态呢能够再活络起来啊，让这个社会让人家感觉啊已经是恢复原来的样子了，不要再让大家这样子一直在那边担心，让我们的景气啊再度这么低迷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大家都能够走出户外，大家好好来享受这个大自然。